天寒的咳嗽啊，我们有通源理肺，有痰没痰很重要，所以我觉得一个单纯的寒咳不行，你可以用一些温肺的，辛温的，止咳的药物。所以这个选这个中成药在这块的时候，单纯一个寒咳有点太简单了，但是也可以给你指出来一些，比方说偏寒的这种咳嗽，通宣理肺可以，痰多的用点蛇胆陈皮也可以。但是具体到我们说您到底是哪种寒咳，是寒饮的还是一个表邪啊，犯肺的或者什么的，这个我觉得还是要甄别一下。